唉，疫情期间大家都在家工作，我一个人值班好无聊。喂，堂哥，现在疫情期间大家都在家里办公啊。哎，你可以帮我在我电脑里找一个项目书啊？哦，好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麻烦了啊。哎，帅兵啊！两岸头条，天天有料。各位好，我是帅兵。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在单位值班感觉怎么样？还挺好的，你好好说话啊。嗯、哎呦，我这不是刚录完节目吗？你看，我都把水泥都已经刮上了。虽然那个疫情期间虽然不能上班，但是咱的节目不能停啊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啊、对了，那个啊、我已经把录好的东西已经发给你了哈，你抓紧时间帮我传到网啊，你看看。Hello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那就先这样，挂了。哎，好，再见，行业。嗯。唉，行业啊，我2019年工作总结忘记带回来了，你可以发我一份吗？嗯，好的。哎喂，您好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啊对，哎，您稍等一下啊，喂，哎，您说，那喂喂，哎，啊不是不对对，不是跟您说，不是跟您说，啊，稍等啊，哎，说，哎，我太难了，兄弟啊，也没什么别的事儿，就是咱们这大学四年吧，你一直住我下铺，我这没少使唤你，今天兄弟突然觉得有点。但是对不住你。你现在好吗？会不会偶尔想起他？